第42题、42题、43题是题主，请在阅读下列资料后回答42到43题。小兰视力不良，她可看清楚远处的物体，但看近处的物体时反而觉得模糊。经医师检查后，发现是她的眼球水晶体焦距太长所致，必须佩戴眼镜矫正视力。42题问：小兰应佩戴下列哪一种镜片矫正视力？小兰看得清楚远处的物体，看不清楚近处的物体，所以小兰得的是远视眼。我们知道远视眼要戴凸透镜矫正，而所谓的凸透镜就是中间比较厚的透镜。图上显示的四个镜片只有 A 选项的透镜中间比较厚，所以它是凸透镜，是所谓的凹凸透镜。所以42题问我们说，小兰应佩戴下列哪一种镜片矫正视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